大家看哦，向导告诉我新郎可能就在我眼前，但是呢他明天才去接新娘，所以说今天只是所有亲戚来到这里了。对对对，所有的亲戚都来。咦，听声音好像他们开始跳舞了。当我刚到新郎家的时候，亲朋好友陆续赶来，门前挤满了人。据说塔吉克人的婚礼要持续三天，第一天准备，第二天开始婚礼，第三天去接新娘。此时正是接新娘的前一天晚上。谁是新郎啊？他是新郎。你好，我告诉你，你很帅，你听得懂是吧？但明天开始打扮。啊，明天开始打扮。我说你很帅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啊，你知道？哎呦，你知道就好。你好。来看一看啊，来看一看，哇，钱，要收钱了。给新郎的，给新郎的钱啊。什么？你以前二年的老师啊？真的，哎呦，好美啊！你不是老师，在你们乡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美？对，他去年结婚。去年结婚了啊。这位美女神补刀，她去年结婚了。你好，丁哥，你是老师啊？您教什么呀？我好奇是您带的都是纯金吗？纯金，主要是参加婚礼。我在参加婚礼时候带。我觉得您结婚的时候也带这个。啊，对，带了。啊，那你们介绍一下，就是新疆为什么结婚要带那么多？就跟那个苗族的一样嘛，苗族都不是眼睛放在那些自己的头饰嘛，啊，显得就是留下来的一种遗传。啊，就家里人都留给他啊。这谁呀？这就是那个老师啊，郑老师啊。哇塞，他结婚的时候这么漂亮啊。那个老师。老师在旁边做学作业，作业做了吗？做。学校去了没去？去了，肯定去了。这些都胖了。胖了。关键是我从来没见过一个老师啊，然后呢，富丽堂皇在朋友圈，作业做了吗？学校去了吗？哇，真的是卡吉克人那个太华丽了，特别华丽。啊，这是谁呀？这个。哇，你们家人都很漂亮，谢谢，都很漂亮的。你们这个帽子叫什么名字？就是Shadoi。对，Shadoi啊，不是我好奇的是，就你哥哥的新娘漂亮不漂亮？当然漂亮，当然漂亮了，有。我们这位美女啊，塔吉克美女，教大家这个花儿为什么这么红，用塔吉克语怎么说？好难发音啊。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胆拿。你说胆拿？对，胆拿。胆拿。对。今天准备去我家。没有。哎，你也没有结婚啊？没有啊。你们为什么都不结婚啊？还年轻，还小呢。还小。对呀。这么美丽就应该早点结了。不想结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类型的男人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帅哥。帅哥，高大威猛，是吧？有家有房有车有。哦，也是这样子啊。你把潜台词都给人家说，人家说什么啊？哎呦，太挑剔。有房有车有家啊。你还没结婚吧？还没有。你喜欢什么样的这个？你像你们塔吉克女少女都喜欢什么样的男孩？帅帅的，个子高的。帅帅的，眉毛黑黑的，反正我喜欢那种的，其他不知道。有没有找到对这样类似的？有没有？没有。终于能找到，很容易找到的。对，找到的很容易。那你们会嫁给？太多。那你们会嫁给汉族人吗？嫁给汉族的人也有。也有啊。也有。哎呦，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那个习俗，就是他们那个塔吉克人。吻的时候都要吻哪儿呀？你要怎么吻呀？咱模仿一下。和男生的不一样，男的话就吻他的手上。吻在手上，来，咱吻。不是这样，是这样。这样的。来，是他吻我还是我吻他？是他吻你。他吻我。啊，是这样子啊。
女孩子问男孩子的手上。哦，女孩子也问男孩子手上。嗯，对。哇，感觉这个女孩子和男孩子问嘴上。问嘴上啊。哇，为了这个新郎结婚啊，他们这个新郎家的人呢，正在杀这个羊。由于太血腥，所以呢，我们远处看一看就行了。大概就是把羊杀了，就剥了皮，然后分了肉，烤羊肉串呀什么的。看，从这里眺望这个新郎家，是不是很漂亮？新郎家呢，就是在这个微微的雪山脚下，这么一户人家，哇，太浪漫了。老师会跳舞吗？我还不会，今天穿了高跟鞋。太谦虚了，太谦虚了。这边是谁都可以在这边跳，所以他们都组织来一起来跳的。现在呢，他们就有一个晚上有个灯打开了啊。塔吉克人结婚时要吹起鹰笛，跳起鹰舞，象征着对新人的祝福。既然是大喜的日子，雷探长当然也要融入这欢乐的氛围。拍摄了一天，本来要返回县城，但欢歌笑语后已经凌晨，新郎让我留宿在他亲戚家。这家女主人怕我适应不了夜晚的寒冷，亲自去捡些木柴添火为我取暖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哎呦喂，哇，好感动啊！女主人急匆匆的出去了，出去我在想她干嘛去了。哦，原来她是去那个生火。哎呀，晚上的雷探长的留宿这个塔吉克人家里面有个小女孩，这是要住到我这儿吗？我要睡觉了。你呢？你要走，知道吗？什么时候走？正当我要关门睡觉的时候，这家主人的女儿对我好奇，我就给她讲起了故事。没想到小女孩竟然不想走了，我和她玩起了自拍。他很快乐的样子，还给我送上了一段晚间告别的舞蹈。刚才晚上跟他一起拍了好多小照片啊，跟父亲跟女儿似的。那我们就睡觉啦，你就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嘿嘿。那晚安。晚安。